不然手要戴好。你看我这个肉很新鲜，你看还没冰冻，对不对？先煮一个。手套吧。怎样？还有那个手套要戴。你就去拿。慢慢切，那你把红曲的酱可以直接，还有，弟弟啊，哦，小心了，哎上，啊哎上，哎呀，没有，没关系的，等下再看。说红曲也看不出来，这红曲这样，这边够亮，好来。谢老板 ，OK， 看一个。再一点，好 ，OK， 那你把它上来一点。我们就开搅拌。好，搅拌。就是把这一节踢完，对啊，踢完就好。蹲下去，好像把灯搞完了，灯一熄了，他到时候光几个，他到时候几个人啊？主要其实这个就是肉干的。对了对了，然后那厚度就是灯厚嘛，就是熄，就是连成就是把
难做呢，反正。你可以这样的，就是讲究的地方在哪里？是一定像是竹子，它有它的用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竹子讲究的地方在哪里？这是锅渣好的竹子，基本上现在的。竹子跟那个白铁有不同吗？做出来的效果不同吗？差不多一样。差不多一样吗？啊，伊个有小干特别，比较卫生，特别卫生。不锈钢的，那捏这个有什么样的技巧，还是一个比较讲究的地方？技巧就是要雕均匀，不均匀，不能有空隙，不能叠搭，重叠太多。就原本是两层，叠成三层，就这边是两层，那边三层，放在那个烘烤上面要烤的，就这样子。OK， 我们假装进去了。看得到，我是灰的感觉。好，来转。好 ，OK。